我就特想找真正那种想在这里去打出自己的水准、热爱、喜爱篮球的人。我喜欢的球员可能会比较务实一点的，我不太喜欢太花俏的那种。我喜欢实战性高的那些球员。我应该是里面长得最年轻、最好看的一个。虽然郭艾伦比我小，但是他长得比我着急。我周瑞拿球直接起速。我周瑞拿球直接起速。来搞笑的呢？对，我来打球了。哦，差一点，差一点，没关系，没关系。这哥们这个动作不太会打的。大家还是会有那种可怜弱者的那个。这样真的可以了，这打脸有点意思。这样进了就是逆袭了。啊、这小子挺牛，他有那个劲儿。咱们俩上去一v1啊？真假呀、啊？来吧，来吧，我防你。来啊，真假呀、啊？来吧。哎哎哎哎！李易峰，郭艾伦。打球的，哎嘿，李易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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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跟他单挑。我跟他单挑，郭艾伦打他呀！郭艾伦这个球性太好了，Jeremy, be careful. 李易峰，李易峰。Thre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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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再来。李易峰。
好机会，二一，一样的位置，绝杀，一直做梦的时候，有时候梦到能扣，他们怎么想的那种感觉？他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一蹬唰！对，我曾经也梦想过这个事情。现在所有的选手里面，有谁是扣篮特别厉害的吗？扣篮特别厉害的吗？那不可能吧 ？Yeah yeah yeah, what you gonna do? 我有一个提议，如果下面还有人扣的比他好的，我就送一件球衣。敞开一点，他从这边往那边飞啊？我不知道这种事儿，你问我就等于问我几何和物理是一个道理的，一窍不通啊！这太夸张了，这要进啊！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在现场看过有人能做这种动作，我都是在视频里看过的。哎呀，姜文健 ，You ready? You ready?我觉得他真的很棒，然后我今天在现场看到，哇塞，我真的有人能跳那么高，我真的是惊到了。他那腿跟我们腿不太一样，那感觉就是有点不真实。5-0，比赛还有啊，没有关系，来来来，两边加油加油加油！哎，这边，哎，这边很可惜，球没有拿稳。这种制空能力，杨浩哲大心脏，有时候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一个大心脏的，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哎呀哎呀，我觉得可以。哇，速度非常快啊！解了一下。撑不住劲儿，踩到脚了，崴脚了。因为他也有伤病，他说了他的跟腱断过，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也是竞技体育里面不可避免的因素之一。哎，两边的比分有点焦灼了啊！来一个，哦吼，还了一记。哇，这是这局是意外惊喜啊！哎，越打越越打越激烈了。来一个。
应该7.3秒，只落后1分。对，16-17，他们的球权嘛，时间流得很快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犯规，他很聪明，很聪明，很聪明，他要让他罚球。我们要犯规战术，让他们罚篮，他们才有球权。我觉得这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就对杨浩哲是肯定是发挥很好的，发挥很好。谢谢谢谢各位，我也想送，就是看你想选谁。好，来，我们把球衣拿出来。杨浩哲，请选择三位领队的球衣。因为刚才李易峰那个给我抛球我没有扣进，我想再试一次，又有抛球。哦，因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给我那个抛扣了一个，我没扣进，然后想完成一下那个刚才没有扣进的那个愿望。你的膝盖 OK 吗？ Yes。 好。没想到他能跳这么高，因为李易峰当时球已经丢偏了，那他一样接住，然后这就是灌篮吧。哇塞，我真的有人能跳那么高，我真的是惊到了啊！我觉得太厉害了，很想知道他在空中在想些什么，他能做这样的动作。我选择李易峰领队。好，恭喜杨浩哲获得晋级。我觉得我可以去激发他们好胜的那个心。我相信通过我的认真还是能够去帮助到他们对比赛的一些理解，对篮球的一个认识。面试的时候我记得我说应该是周杰伦和林书豪多一点，完了之后上节目之前我看了动物世界，然后就被李易峰圈粉了，所以就确实挺喜欢的。很带劲儿打的，速度很快，身体很棒，就是要赢，我很喜欢。我挺喜欢年轻的小朋友，他们是未来嘛，以后这俩小孩儿我带了，我要送给高个，很棒很棒，继续加油好不好？我是想给你的，继续保持善良。两位都表现得非常不错，对，而且打到平手不容易，一定是要给他一件球衣的吧。来，不管你，我帮你这个拿过去。他们真的想去为了自己的篮球梦想，为了热爱而就是说我要去晋级，我要去打更好的那个对抗了。我觉得运动体育好看的就是大家去为最后的那个赢去付出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魅力。这世界很酷。